感谢咱乡亲口的里长，啊，各位咱媒体记者朋友，各位警察大人，啊，各位关心咱在地这的士大，各位亲朋亲戚好友，大家好。首先哦，我先感谢大家哦，愿意伫这个时间站出来，为着咱地方要反对这个火葬场的代志。其实哦，阮已经几啊冬，包括我，包括国栋议员，包括阿敏，大家暗时吼，拢伫咱服务组遮咧开会。今日吼，包括讲咱的联署书吼，嘛是自操遮专程来处理，希望讲将遮的联署书送入去管府，送入去中央，互伊了解讲地方遮的民意是强烈的反对，大家对唔对？其实吼，讲到这为九零开始，为我九零第一年开始。我常常想要跟大家讲，为什么阮民进党团开十遍、二十遍的记者会，就是因为县长永远拢袂听人民的诉求。遮饮水的状况，已经甲县长讲几遍啦，记者会嘛开，甲伊讲要安怎清、要安怎做，完全是无尊重民意。包括这遍，到即马，我相信真侪人哦，到顶礼拜，包括阮议员，较会知影讲要做火葬场这个代志，敢会当安尼？袂用的嘛。这个官府伊要设一个火葬场，完全无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沟通，有谁知？这多一个议员谁知？到十月十一号传一个赖讯息，甲阮讲，阮要做火葬场，拜托大家支持。我问者，我即摆记一个啦，即摆官府若讲，大家拢免费，逐工送肥料，这些农民，大家是毋是拢同意，对不对？但是官府若甲大家讲，这肥料压落，恁的作物拢会死了了，大家有同意无？好。今麦管户，我拄仔甲阿林议员两个讨论，管户连一个说明会就无，做一个赖讯息甲阮讲，才要做火葬场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为什么用一个简单的赖讯息会当解决？管户伊讲要搁专家，了紧，因也是输皮啊，我嘛是输。咱来讲着咱环保的问题，今麦伫火葬场，包括东海，大家拢讲较先进有无？2020年东海火葬场全新翻新，今麦大家认为在水查。东海火葬场拄着啥物问题？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，包括代号新拢未处理，逐工进五烟，逐个讲环保有进步，有进步无？无影嘛。所以讲，应该爱用正正确确的科学证据，而且阮伫十月二日，阮会开第一个说明会，我保证，我议会第一个提出，要求管府随来做说明会，我伫周日，周日，阮来邀请科长，其实我伫第一天哦，我就邀请科长。爱来咱地方做一个完整的说明会，包括甲咱讲个清楚，伊要安怎是，伊个环保到倒位，像拄则讲个环保哪只做一年，大家掉甘个50%，啥物事？我相信八成个人拢反对。拜托咱管府伫即个会议当中，要求因就是爱来做说明会。第二项，未来管府那是伫议会提着即个议程，我嘛爱甲大家坦白讲。阮地方遮今日来四个议员一个助理，咱五个要对抗剩个49个议员，真个阮个困难度，但是阮真认真个拍拼。即几工网络嘛甲阮攻击，讲地方遮个民意代表拢无出声。我相信今日大家拢愿意徛出来，媒体嘛拢伫遮，咱大家拢徛伫第一线。啊，但是常常阮做上忝，结果无来上好，阮来向嘛上忝。拜托大家要体谅，今麦唔是已经经过议会同意哦。我甲大家讲一下这个听书哦。今麦管府是放一个消息来甲大家讲，伊要做火葬场。后一个听书就是伊会伫地方开说明会。啊，我拜托大家一件代志哦，一件代志哦。说明会就是要来地方听取民意，听取民意。所以讲说明会，若是当讲无人到，就代表讲大家拢同意这件代志，火葬场就随起哦。所以拜托大家，说明会要出席，好唔好？好。要表达意见，好唔好？好。这个说明会的时间，我查一下。好，我拍摄，我先。我先查一下。好。我跟你讲，外面现在风声四起，讲管理会已经通过啊，国会已经落啊，开一亿5000万。我希望说你在这边说明。外面风声四起。好，我随解释。今仔管理会然后任何一条警卫有经过我。阿明，还是讲咱国栋，还是讲咱温泉，任何一个手，伫网络查一条警卫，查一条警卫，阮来同意伫方案中心会总场的话，咱大家拢做个事情。我直接挂保证，今仔大家讲有一条预算对无？
这条千四万的审查预算是彰化市设立殡仪馆，彰化市就是正经在讲大埔的。但是我嘛知影真侪人想要政治操作，因为无想要将全部的责任送给政府，拢送来阮议会遮。所以我拜托大家，咱议会真的大家拢会替人民出声，拜托大家，甲咱做后盾，甲阮斗三工，安尼才有阮才有搁行落去的动力。而且嘛拜托大家，时到这个时间点，只要政府一公布，我会拍起我有一个洪子超彰化县议员的网络。拜托大家，时到啦，看到这个说明会时间，大家要共同出席。再一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子超议员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邀请一下我们。